回想最近阿所多亲好朋友早安快乐，这段时间是咱楚天碧圣公为咱所提供的节目。咱讲昨年有落雨啦吼，这时吼咱讲久旱逢甘霖，真久呢吼无一阵雨呢，压压的吼，树啊要吐青嘛是安尼吼，啊土嘞土嘞土嘞吐袂好势啦吼，啊地青嘛吐袂出来呢。所以讲有一点点啊甘露，啊感觉安尼吼，润一下吼，万不草拢总会利益着，啊咱的五谷杂粮嘛利益会着啦吼。啊久无落雨啊，雄雄听到落雨声，感觉真欢喜呢吼，终于下雨了，落雨，妈哟，咱感觉安怎？感觉讲吼，这是咱要爱的啦吼。啊所以讲天地万物拢需要雨水。啊，树代地水花风那是调和啦，身体都会健康。每双日节祝福大家吉祥平安。然后需要服务，唔免客气。慈天必胜宫的服务电话：591605。我关切的朋友，安诺带那个利用。来，今晚来听一对佛光普照。亲手天眼中天，好光照大千，把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。就听一个非常清凉好听的梵音佛光普照，咱听一段，感谢朋友作为来分享。咱人定咧怨叹啦吼，啊怨叹人别人安怎啦吼，啊咱先啊对人袂对啦吼，其实啦吼，啊每一个人的想法，你若会啊放落讲吼。啊！你刚才看别人，啊！你未记你讲哦，啊！要来鼓励家己啦吼。看别人的成就，你讲阿乐赞叹，忘记鼓励自己。咱嘛家己呢，未使讲吼，家己看家己未起啦吼。你讲自重，别人才会尊重你，这是一定的。啊！你刚才阿乐别人人当的拢哪遐好运啦吼？啊！刚才咱安怎？你未记你鼓励你家己，未记你让你家己有自信。所以讲吼，
其实啦吼，咱定讲，唔是咱家己不爱打拼啦吼，啊是成功咯，拢离咱种远的，嘛唔是安尼啦吼。如果努力一点，吼，我们还是可以的吼。要怎努力？咱有足侪人讲啊，先放落你的压力啊吼。有个人爱面子，啊，就明明哦，会当去讲请益，啥物叫做请益？就讲请教啦吼。啊，甲人一寡善知识啦，比咱较好，啊，你会感觉讲，伊是咱的善知识，啊，咱爱放下身段。唔好干那讲安尼顾这个面子，啊，都歹势啦，唔敢开嘴。啊，有个人是讲，啊，我都感觉安尼过日了都会使呢，我嘛会当安尼过就好啊。你不想去尝新，啊，也不想吼、哦、去尝试新的事物，啊，所以呢，咱有足侪代志吼，拢是扭袂落啊，这个面哦，最终呢吼，就是因为面子耽误你，然后爱面子。那朋友比咱较好，咱嘛是哎，去介吼加减啊，往开讲上无啦吼。咱呢，也过去了解一寡吼，咱讲别人成功的元素伫对啦吼，啊，咱压力未讲吼去拍倒咱家己，所以一定要先把咱的这个啥压力放落来吼。所以咱定讲累不累，取决于你自己的心啦吼。咱心灵的房间，不管是拢爱去甲摒扫，不要吼落满灰尘啦吼。啊，咱那讲咱家己黯然的心啦吼，拢唔捌家己个点灯个点无到。哦，咱讲暗淡的心，点灯就是咱这粒心灯啦吼。就讲咱的心灵，哎，你有一个快乐的空间，哎，你就会扔掉痛苦啦吼。快乐就有了更大的空间，啊，你若唔扔掉痛苦，迄、那个快乐拢走袂入来，哎、啊，就无空间啦吼。啊，所以咱讲啊，过去是安怎，啊，未来是安怎，来调节你的心情，你会努力去接受现实。啊，咱也要调节咱的心态，吼，啊，也要改变咱的心态。啊，也要调节咱的心情，啊，也要平静去接受现实，学会晓对家己讲啊，顺其自然，学会晓坦然去面对咱即马目前所拄到的，咱感觉不如意的代志，不如意的代志，包括身体，包括病痛，包括咱拄到的一寡吼，啊，咱讲不应该发生的来发生的厄运，咱学会晓积极看待人生，学会凡事往好处想，你哪也学会晓讲凡事吼。对好去甲想，咱讲啊，安尼上歹，但是咱咧个人比咱佫较歹，叫做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啦吼。啊，就当下，咱免来去改变。所以咱定讲奋斗改变命运，绝招是第一对，是一个平凡人，你爱看会着你上进的心啦吼。你觉得你很平凡，吼、哦，但是你爱这粒上进的心，袂使碰见你。你若如果讲吼。啊！你若感觉讲啊，家己无自信，啊，同我甲办断落，烂死落啊！吼，那这世人吼，就因为咱看袂起咱家己，所以咱无奋发这粒心，啊，这粒心碰见你啊！啊，你敢看别人好，你替别人打破啊！啊，所以讲希望向左，吼，还是讲绝望向右。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人，吼，那么咱上好是甲咱家己加油啦！每想听讲，每天加油，甲咱家己取许加油。我们也会好，会更好，好、哦，今天会比明天好，安尼。啊，那那人讲坚强就会打败脆弱啊，啊，快乐就会打败忧郁啊，吼、哦，咱因为足侪吼，啊，拄到一点啊白苦，咱就会乌白想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想东想西想真济，其实想迄拢无效，所以让积极去打败消极啦，吼、哦，咱呢有法度呢，用这个快乐打败忧郁，好、哦，咱呢。勤奋打败懒惰了吼，啊，咱若讲啊，都认真较认分、认本分去甲做，只要你愿意，你有可能了吼。一世人嘛去拄着几摆啊好运，一挂朋友嘛来相挺了吼。啊，你若家己未真无着已经放弃啊，朋友免来甲你相挺，朋友嘛无来甲你相挺，你讲是毋是呢？啊，所以讲咱若感觉讲有怨叹啦、有消极啦、有创伤，这拢是咱的绊脚石啊吼。一世人若拄着这几项。那么呢，咱要成功就愈离咱愈远啊！你讲是不是？所以你讲心宽，天地就宽吼。宽容是一种美德，包容别人其实是乎咱家己心灵上的开一条路了吼。你多包容别人，就在你的心灵上多开一条道路。只要把这个吼，咱讲协调吼，咱的这个生命里面的一切了吼，咱家己无协调，你家己就会管你家己啦。咱定讲。定牙棍啊，讲家己的头壳遐。
啊，咱对事卖怀疑啦吼。因为你若心存疑虑，吼，做事就足歹成功的啦吼。人讲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朋友要交嘛是同款，吼。啊，认定伊，啊，你思想若正确，你就会去交到好朋友啦吼。你思想若无正确，当然啦，你家己本身就真歪错，免哪有好的朋友伫你身躯边啦。你讲是毋是？所以绕了一大圈，讲家己正一层，看呀看别人，咱看别人的好。不如学别人的优点啦吼，咱家己不足，那么咱认真去甲补足，用正能量去打败负能量，安尼，逐天你就会足快乐过日子。啊，日子搁较歹过，咱嘛是咧过。啊，有人搁比咱搁较歹过，吼啊，所以讲咱的朋友，忝也是无忝啦，咱的心足忝的，是伫咱的心境内底找袂到快乐，吼啊，找袂到迄个正能量。所以讲，咱才会感觉讲，啊，咱比别人活了搁较忝，比别人活了搁较无好啦吼。所以讲，放下自卑啦吼，啊嘛爱放下过去吼。啊，咱若如果讲自卑，啊，你就在你字典里面，你如果你成为一个自卑的人呐、啊，那你就没有自信啦。你讲是不是呢？没想嘛是吼。咱讲道理，免讲真深啦吼。是咱一寡日常生活，咱去拄到逆境的朋友，拄到讲爱向阳，去拄到无拄好吼，啊厄运拄好去，互咱拄到，你嘛免伤消极。咱讲三年好当吼、哦、啊，就是这样子轮流转，风水轮流转啦吼，无永远的歹运。所以讲好运的时阵爱把握，无好的时阵爱加油啦吼，要让自己有一点空间啦吼。来，这块佛经今天还有人点哦。来，邀请咱的姚师姐啦吼，伫咱的网络听咱的节目，今天呢吼传来啦吼，要听这块佛经，邀请爱听这块佛经的道亲好朋友师兄姐做来分享。
一个非常好听的佛经，最主要咱就讲穿插一下吼，因为咱甲这个人点播的歌，咱在三分钟内底甲结束。咱有真侪咱的同亲啊，你讲爱听道理啊吼，那么道理大家听一听，还觉得哎心很静啊吼，心真静啊真好安尼吼。所以咱老公听道理，没想呢，会当来加减吼，来伫咱节目当中然后啊多多的啊提醒然后，咱讲道理真远，啊要行伫眼前然后。啊，讲真理啊，真理呢吼，伫咱人的心中呢，所有的这个每一个人的定位都不一样啊吼。什么叫做真理？定位不一样啊。有的人讲哦，啊，我都听有诶，这我都感觉真理；听无，你又讲迄我也听无。迄真理生做安怎？唔知。真理用写真简单，要找找无啊吼。这就是讲你的头壳，咱的思维定位伫倒位吼，啊，你已经定位好了。啊！你咧听这个理，入你的心，入你的性，你相信我，你用得到。大家只要你用这个方法去做人，每一个人拢甲你按赞，讲哇，某咪人即嘛吼，你也看，做事做人讲话吼、有气质，啊，有一个，互咱看起来讲有那种修行人的这种内涵。啊，这就是叫做啥？迄、那个理你有提来伫人间，你甲活用啦吼。伫咱的世间话，你甲活用，真理是要活用的。真理唔是干那讲我要读，但是你袂要去甲活用，迄、那个真理嘛无多好。真正伫咱对咱这個世间人有所利益啦，你讲是唔是？所以咱嗲讲吼，人来到这个世界啦吼，每一个人拢总是希望安怎？希望大家吼做拄到拢是好的缘啦吼。啊，咱有时阵啊，咱讲好缘要安怎找？其实，没想捌讲过啊。就世人呢吼，咱有先天呢，啊嘛有累世，啊嘛有今生呢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咱世间是足奇妙的吼。啊，你讲哇哟，我看到师姐你哪像我捌你呢？伊讲无呢，我头一届来呢，哦、我唔捌见过你呢。哦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咱看到那会这样熟悉，好像吼、哦、认识好久好久的朋友，看到的就觉得很投缘。这就啥？这就累世缘哦，今生的缘看到了，讲啊，好朋友哦，啊，今天去看到你，未感觉讲，好像你什么时候见过他，而且就是那种亲切感。所以讲世缘叫做世间的缘呐、啊，哦，有先天的缘，人安排好好的呀、啊、吼、哦。所以你讲啊，一挂道缘呐、啊、吼，一挂先天的缘，吼、哦，在这个元天内底，咱这条经济来到这个世间道缘来修行，不管是乾。也是困啦吼，男男女女来到这个人间，要结善缘、结好缘、结恶缘，拢有机会啦吼。所以先天的缘、累世缘、今生的缘，当然嘛，也有未了的缘。啊，先啊，讲到未了的缘，有啊，咱今生做不完的吼，啊，也有欠的。什么叫做欠？咱有讲发着愿啦吼，还是讲咱也有一挂吼，得到别人的好处利益，咱也个阿未给人行。凡世讲，哎，有机会，咱过来投缘来世间，搁小拄着啊，这叫做未了的缘，叫做未来的缘呐。好、哦，未了的缘分也是未来的缘分。啊，咱有足深的感触呢吼、哦。咱定咧讲吼，咱真正吼、哦、用伫个吼，这个日常生活内底讲，要安怎去甲缘化吼、哦？啊，这个缘伫这个世缘当中拄着啊，咱要安怎去甲体认人生在这个世间？有足深层用意的安排啦吼，所以讲啊，上天自有安排，吼、哦、啊，咱会当吼，伫这个吼、哦，这世人的缘分吼、哦、啊，咱伫这世人诶来拄着啊，这世人来圆满，啊，所以讲好啊，去甲处理这个世缘啊，就是即马咱拄着叫做世缘，所以有人讲啊，你这是我前世吼，安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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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就叫做啥，先天啊，累世之缘呐，吼、哦、啊，对去。谈到今生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咱即马世间缘吼，咱讲不惜出生啦吼、哦，来到这，咱最主要是啥？一旦讲吼，功过圆满啦吼，啊，咱讲元神的元凶，哦，咱今日去讲啊，大家功过圆满啦吼，大家应归元神的元凶，啊，这是咱想要修的目标啦吼、哦。但是讲。悟知影渐悟，也是顿悟。咱即马无咧天才型的修行啦吼。有天才型的修行，就是啥？人天导师，
来世间吼，就是要来教咱的迄人伊吼，唔是不知不觉的吼，人伊路途开始就有迄、那个哎，渐渐迄个缘就开始啊吼，开始去接到啊，接到佛缘啊，好接到道缘啊，好接到儒家的缘啊，好什么款的缘拢是，因为伊伫要来教育，伊伫要来甲咱教，所以特别吼，人伊唔是用这个啥，唔是用迄个渐悟顿悟的啦吼，啊，所以讲世间无迄个啥。无一个讲吼天才型的人物啦，没有天才型的人物，但是他有先天。伊来到渐渐去悟，然后呢吼去觉知，啊来到这世间的共同的磁场，伊自然都有一个，咱讲啊道场自然都有啥，有一个源头的，啊都真济来共修，啊师父呢啊都分着啥，啊分着吼咱讲东家师主持，吼啊今日去要讲道，吼啊是要传法。这些拢是啥？出世来都具备这个条件。他虽然不是天才型的人物，但是他有具备这个条件。入门去修，伊咧悟比咱较紧，伊咧做的决心也比咱较有啦吼。决心就是咧讲，啊，这个我的天命之数咧，啊，所以我无怀疑咧，两脚我直接都甲跳入来，啊，认真去甲做。啊，咱一般的人拢是安怎？一脚徛伫内底，啊，一脚徛伫外口。在那里散书旅游行，到底我要不要啊？在那个要不要的当中，就浪费我们的很多时间。要不要？吼、哦，啊，咱敢真正？吼、哦，那个问号一直在打，一直在打问号。所以咧，谈先天之言，主要是咧讲，咱原神来自于灵界，轻者为神，柔者为鬼嘛，这大家拢知啊。啊，咱的原神大部分来自于神的所在，啊，所以咱的潜意识内底。会有乐于接受善美清净的磁场，啊，每一个人只要那善知识，你无可能讲听到善知识你会起反应，啊，那如果讲你是先听到善知识，人别人咧讲道理的善知识，你的心会起反应，一直反驳，那呢，你就表示你的原神不是来自于灵界，是老者，吼、哦，你就已经也个是在轨道起来，所以你今麦也个真侪老气，人讲潜在意识内底浊气。一个内根性，所以你对这个宗教信仰，你有真多潜意识的反驳啦吼，不相信、怀疑啊。所以讲哦，咱人来到这个世间呐，每一个人拢是无法度讲十分完美啦，无杂质的啦，杂质讲好就好杂质的，无可能。啊，就各种磨难吼，即使咱常咧讲，即使遇到什么事吼啊，困难困扰。我弄一挂啥，咱人一定有一个几年福缘，会甲咱安怎，会甲咱带过啦。讲艰苦有时过，所有人讲啊，艰苦有时过，迄个几年啊过，你感觉较困难、较辛苦。过来你感觉大运开始咧行的时阵，贵人开始有咧甲咱斗相共的时候，你又搁感觉讲人生无啥跳过难过，跳过歹的这个，即马跳到好的这个，你会感觉安怎？你会感觉讲，你较早的困扰拢无去啊。这就叫做啥？失言啊！失言的困扰跟失言的痛苦，它是可以过的。在你今麦说当下拄到失言，那个干扰，等到你达到好的地步，这个是达到好的时阵，你以前遐痛苦就袂记哩啊！啊，既然是袂记哩，所以咱在过日子本来就是过在当下这个失言啊。咱来讲失言，了过来就一个时间点的言，叫做失的言。有人讲啊，几秒钟啊，尔脱得过，几秒钟啊，才脱无过。迄就是啥？伫这个时间点的时缘错过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讲，咱咧谈这个吼，类似因缘啊，人生世间吼、哦，所有这福缘磨难，几乎时时刻刻吼、哦，大家拢会去拄着啦。吼、哦，你讲好野人，伊敢唔捌拄着逆境吗？也许他是从逆境中爬上来的。吼、哦、啊，有的人是啥？伊本来就足好诶，啊，为什么会练倒落来？就是伊无修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就是在讲，在这个时间点内底面，咱占的诶，这个时局到底是徛伫你，运是徛伫你，也是讲你的运是悬的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有时啊，咱常在讲吼，人有灵，吼、哦、啊也有魂，所以咱有思想。啊，咱人既然就是先天后天，咱人就天干地支内底去分判咱人的好运甲歹运，数时内底去运作，三年是运得跳过。到底咱即马跳是上低、上温，还是中温，还是下温，还是下温？十二年内底啦吼，绝对的，这拢轮得到啦吼，轮得到。啊，像
无十全十美的好，啊嘛无无迄个讲完全拢未得到运的人啦，啊只是讲看咱的时缘是毋是有去拄着，啊所以咱若是讲福缘啊够，那么咱爱认真啦吼。如果受苦了，那结局也不一定说你是在受苦结局啦吼。啊所以讲人呢，这个灵魂啊存在，咱咧修道呢。哦、有时候我们的阴性的出窍，有时候阳性的出窍，有时候他会来给我们安慰，证明说人这个灵魂是存在，虽然我们这个肉体受到苦，不过我们的心来去给它转化，诶，我们自己的原神也会阻拦，所以说我们若是有机会啦，有在灵修打坐啦，在类似的缘跟因果关系当中，诶，我们的兄弟姊妹，大家来坐坐会，啊来共修。哎、欸，你来牵生我，我来帮助你。这就是叫做讲，在这个类似先天缘，这个元神来自于灵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这个灵界吼，伊、哦、嘛是这个灵界，伊嘛是带一挂善友，然后共同来共修。啊，所以讲，这世人咱希望讲吼，无爱个旧缠不清，不断的轮回啦，陷入迄个睁不开的罗网当中。如果咱也是讲，啊，这世人拢无爱去插味啦，就是安尼过啦。类似因因果关系当中，这个机缘吼，咱也无把握。凡是这世人吼，咱有因缘做伙，但是都无迄个地位好相好当啊相处，互相来利益，安尼有可能啦吼。咱呢，也阁是不断啦吼，陷入伫迄个睁不开的罗网当中。安尼呢，咱的经营唔是善举啦，善举就是讲，来到世间学着乖啊啦吼，咱定讲人教袂下，毋是教袂下。你若学着乖啊，就是教乖啊，你了解啊。那么呢，你所行的这条神路，总是有善的结局啦。你讲是毋是呢？咱听一对骊山老母。咱二月十五啦吼，是咱的太上道祖，咱讲太上李老君，啊，就是咱道德天尊啦吼，万寿寿诞。二月十五嘛是咱的九天道母、九天道庙，伊的这个吼诞辰啦吼。Baby
现在所收听一个雷山老庙，咱的老母，母娘定甲咱讲，积财不如积德。咱人的一生要探讨的价值，深究人的意义啦吼。讲生命的过程真重要，你要去甲了解，追求考验，还是讲成果的论定，心性的升华。在咱生命过程旅途内底，有四个足重要的阶段，一就是生养，二就是成长，三就是结果，四就是终论啦吼。所以咱定讲吼，你出世八字开始，不管讲你册读外悬啦，吼，这个四条八字拢是先天带来的。你这个时间来部分啦吼，咱拢去了解家庭的背景、家庭的父母、师长的影响。出世的家庭好的家庭，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会较重视，这是一个起跑点，真好。但是呢，吼，啊，咱若出世在贫困劳工的家庭，对子女的教育较无好。但是呢，吼，偏偏呢，吼，在这个劳工的家庭，也去出着出类拔萃的孩子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啊，你讲哦，啊，这好家庭，能够会当请老师来补习的吼，啊，当家庭教师，吼。啊，为什么伊个囡仔偏偏的唔读册？啊，出世伫个吼贫穷的家庭，因兜咧开吼，人讲路边也好啦吼，还是讲咧做田啦吼。有个人讲啊，医生的老爸因兜擦早咧创啥咧讲养肥打肥啦吼，咧讲清。啊，为什么？伫这种吼啊，咱讲贫困劳工的家庭，对这个子女的教育，伊颠倒无迄个，第一人无经济嘛吼。好去甲关心，啊嘛无迄个感情，好去陪伴囡仔读书。为什么？哎，那去出到迄个出类拔萃的状元，出到迄个正高读册的囡仔，啊，真优秀、真捌道理的囡仔，这上天呢会甲咱报啦吼。谁来甲咱报？伊讲有个人讲富贵积财必上道啦吼。啊，如果你那是富贵积财无积德，那么你就会去出到子孙。这个乖女的子孙呢，伊就伫这个人世间呢，甲你生长。本来你的富贵，到尾也去拄着败家。啊，那是一个吼，咱讲安贫乐道的人，虽然经善善车，不过人刁得吼。所以人古早人定讲一句话啦，讲草啊飞开才有行路的人吼、哦。对事吼、哦，对天理，对道，对良心，家己本身呢，袂去贪取啦吼。哦会当赚偌济，啊，都安贫乐道安尼过日，哎，上天会报数伊，会去予伊出到迄、那个吼，真乖要来报恩的囡仔，熬读册唔免补习，无考试拢，人讲拢是，会使讲榜上拢排伫头前的吼，啊，高中啊，这种囡仔，啊，所以咱讲，譬如讲，咱今日伫这世间啦吼，每一个人拢希望讲吼，啊，咱。在这个人当中，咱比人比较好，但是呢，无一定讲到结尾，你要爱的这个生活条件好，反倒转来去累着你的囝儿是谁？是因为你拼命赚钱，但是你的良知无放在头前。像咱咧讲吼，咱即马咧食到的物件吼，掺蛋、乌掺白蛋，有的人迄个牛奶粉都咧乌白掺，尤其是大陆即马真恐怖啦吼，物件。哦、有真济真正，互你看到你会惊。啊，这种钱呢，你甲赚赚呢，啊，互你富二代、富三代开始做啥？咱像即卖咧讲土豪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土豪唔是咱兜财产济，你若无甲这个吼、哦、道德，咱讲积财不如积德，这个德你若无甲积较高咧，那么德行呢，无做较好咧，反正第三代、第二代子孙啊，就开始咧甲你破。所以讲吼，人生吼，伫这个旅途成长的阶段内底，不管讲是少年时期啦，吼，咱今日去拄到咱的爸母，都无法度好，互咱讲吼，啊，真优渥的生活。但是，咱有这个真好的师长，吼，互咱有这个机会出人头地，吼，即马你甲看，一代比一代好，是因为人生的根源啦吼，已经呢，青出于蓝，有咧教育差。啊！但是咱讲好经济啦吼，是来自于吼咱的这个啥四大人，所以咱要培养下一代，使咱的宗族生命延续上好的
风中摇作出人头地，身为社会的佼佼者，人讲以公是立功立德立言成为，吼、哦，是一个吼、哦，人讲富贵又搁多福的人，有福报的人，你积财必须爱多积德啦，吼、哦。你若积财无，你积财若无多积德，那么你积财就会伤道，伤道就会伤到下面的子孙啦，吼、哦，变成不贤。个不好，啊个浪费。那福报呢，就算了了啊！你讲是不是呢？啊，有时啊，你讲吼，这个老大人啦吼，那食老的时阵，这个病苦连连呐。啊，你讲是医生甲请哦，医生甲请上好个啦吼，咱了医生上好，医生看吼、哦、啊，个护士24点钟了两班轮个啦吼，因、哦、呢，咱这个老大人个身体是安怎讲？啊，伊都安尼病七八冬啊吼，啊开嘛开足济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老大人也阁是吼、哦，有个人讲不知不觉啦吼、哦，变植物人个时阵，啊嘛得爱阁安怎？爱阁。开这么多钱，为什么这个老大人伊的肉体一直吼、哦、在不知不觉当中在消磨吼、哦、这子女世世福报？啊，这不是讲伊在消磨子女世世福报呢，是因为伊本身还佫有福，还袂享完。所以讲，伊即马倒伫眠床在享福。啊，你讲哪有迄个倒伫眠床在享福的？咱一般的人，咱身体若好，是毋是安怎？是毋是爱去做完亏啊？吼、哦？啊，身体好健康，你就是爱去做完工。为什么有的人早早就倒伫迄个所在两班轮呢？还是讲叫一个看护，吼、哦，24点钟咧顾的，也是讲你甲请一个吼、哦、外劳，当来厝咧伺候你的。伊这个福，就是讲啊，伊这个人的气吼、哦、精气已经较无啊，身体病痛来啊，不过伊还佫有这个福还袂享完，所以伊必须爱喏，伊必须爱。哦，人讲坐轮椅，我嘛要享福啊！我都有人甲我伺候，我要食，嘴开都有人来甲我吃，因为伊嘛是顶在享病福。啊，你讲安那无钱的呢？无钱的去伫老人安养院，老人安养院你要食嘛是有人甲你伺候，总是边啊，还佫有啥？啊，还佫有人咧甲你看顾，这个叫做啥？病中享福。啊，病中享福就是你的福还佫有，啊，你的福还佫有，你也袂吼，也袂甲这个福享尽，所以你的病。就是在这个病中来享福，因你要安怎去甲改变？可以哦。咱这个老大人啦，如果讲啊，都已经有个人讲啊，都中风啊，有个人是植物人，但是伊都一倒就倒十偌冬，就是讲伊还佫有命，但是这条命是残缺的命，伊啥物拢唔知啊，今日是谁甲叫伊嘛唔捌你啊？但是伊还佫有这个福，还佫有这个乐，还袂享完。那么呢，伊要离开世间呢？哦，也可以拖真久啦吼。那么，咱要用什么款的方法？都是用伊的名，主伊要甲你开的这个福，甲做布施啦吼，甲做布施。哦，咱讲做布施啦吼，不管讲是印经啦的布施，还是讲做道的布施，还是讲人咧开，吼，咱讲庙宇伫要开，咱讲开堂啦吼，建庙啦吼，还是讲做咱的一寡吼，这个残障啦吼，还是讲去甲施舍。助学，这拢会使。啊，你讲安尼做，病人，凡是啊，你用伊要治个病中享福个这，你去甲做布施。啊，有个人讲无咯，我爱欠一寡来请看护，唔对。咱一般人来讲无咯，我爱欠一寡阿伯食老汤，有一个棺材本来开，唔对呢。但你即马身体好，还袂病中享福个时阵，你就爱加减安怎，加减布施，加减布施，你施一寡福出嚟，啊，你就安怎？你施一寡福报，就等于讲咱吼施一寡财出去，啊，咱就得一寡福倒来。啊，这个福呢吼，都是健康的福，唔是病苦的福。只嘛是讲吼，啊，咱就要有迄个能力，吼啊，加减布施，啊，助学也好啦，助贫也好啦，吼，啊，就你呐，将你要提食药的钱啊，甲做一寡布施，甲布施了出去。有人食了带着这镜头开始咧开的吼，你自这加减啊甲布施，哎，伊叨呢，伊有这个福回到倒来吼，这个咱讲施舍的功德回到倒来，伊的福报，
伊变成人诶，哪来哪健康？哪来哪健康？伊都免讲伫病中咧享着伊即个福，甲享伊乐。自然呢，到尾也讲，你伫咧甲做布施，伫咧甲做布施诶时阵哦，伊说身体豆豆地好起来，豆豆地好起来，是因为啥？因为咱都是欠即个啥？咱欠福报，咱有命中诶福，但是咱无迄、那个无迄个好诶报，所以咱会对咱诶身躯讲伫病中享乐。多咧防，甲咱防胎啦吼，啊多咧防防胎，啊但是时间阁拖足长个啦，啊你不如吼，伫咧防防胎，时间拖足长个，你不如安怎，甲做淡薄啊施舍，吼去甲做布施啦，吼去甲做布施，伊若要好，伊会豆豆一直好起来，吼啊那如果讲伊已经咧吼欠个吼，啊该爱处理个处理好啊，伊嘛唔免讲，伫个啥物拢总唔知的时阵啦吼，啊，着爱阁叫人伫迄个所在二四点钟去甲你照顾。啊，但是你嘛不，人讲不省人事啦，植物人啦吼，病中还阁伫拖磨，即个囝儿事实就是伊本身，伊还阁有淡薄仔福。啊，即、這个福你不如摕来甲做布施，摕来要甲开只吼，即个钱你要加减要甲做布施。即个布施的功德回向倒转哦，即个病人，即、这个病人若要好，也较紧好，啊，也较紧了愿啦吼。所以咱即马台湾专线有迄个啥老人安养院吼、哦，一大带十外栋的，后迄个植物人一大带二十栋的，后迄个呼吸的即个病房，安尼吼，啥物拢唔知的，啊，都敢那差讲的活的，一届活活二十栋的嘛有。啊，你用伊的名，自伊要开只医药费来折磨伊家己的即个钱。去甲做布施，伊会缩短啦吼，缩短就是讲吼，伊病苦嘛会缩短，该伊有迄、那个吼，咱讲运，伊该会好会较紧好，吼啊那该讲啊都已经是肉体都当一个开始啊，但是伫遐咧折磨咱的这个六亲眷属，伊嘛咧折磨周遭的人，伊家己嘛咧折磨伊家的灵体，折磨伊家的肉体。因个时阵，你脑底甲做布施啊吼。伊会缩短拖磨，该拖磨伊会缩短拖磨。那会好个，伊自然有迄个运会好个，伊自然豆豆较好起来。所以咱讲，咱伫运中伫用拖磨，绝对有伊个原因伫咧，啊，绝对有一个改变个方式，要安怎去啊改变？就是咱讲，自要要开个即个钱，加减啊，甲分一寡去甲做功德，互伊较紧好。也是讲，唔免减少伊个肉体拖磨时间啦吼。伊活了无滋无味，伊都敢那一口气伫遐拖。你要看台湾全省有偌济病，因这种重症的病人吼，伫迄个所在伫遐拖。啊，咱拢是安怎？咱本末倒置，反方向想。哎，我着要甲留一寡糖互开。你留一寡糖互开是拖伊个时间，磨伊个肉体，磨伊这条灵体尔，根本对伊无利益。啊！你甲用伊个名去做一寡功德，伊反倒等下也阁有利益，第一人伊也阁有得到啥？得到施舍个功德福报，下当去偷伊个吉。啊！咱一般人拢是袂晓，拢想我爱欠，我较紧欠。阮老人也要开啊，出啥物人要甲我开，我才有通好开。还是我食老要欠一个啥物，阿摆我通我开。吼！啊！一角银都唔甘，二十四，人我一个钱拍二十四个吉，一输啦都唔甘去施，一输啦都唔甘去舍。哦，安尼一个钱拍二四个干，但买啊，你的钱会藏伫底，那毋是老后子孙，甲你摕开分分去啊吼。伊若无就是拖磨着咱家己的肉体的时阵，则用这个钱去搞咱的身躯，安尼是唔值的啦。所以我们是用错误的想法，吼，用错误的想法。咱即马乐观的人吼，对吧？我即马身体拢能袂歹，咱就加减啊猛做，福报加减啊猛做，吼。该买哦，即个所有的病苦，甲咱拖磨的钱，咱人一世人绝对有分几啊等分啦。有的人是病中，吼、哦，爱开你足侪钱；有的人一世人无在享受，但是破病的时阵，再来开大条钱，嘛是有。啊，所以咱一世人有四个等分：生老病死，迄、那个病内底到底要开你偌侪钱，要磨你偌侪时间，要磨你偌侪肉体，要磨你偌侪福报，绝对拢一定的定律的咧。所以讲，啊，咱不如咱看话看话的时阵，身体健康健康的时阵，加减嘛会当布施，咱布施啦。看到艰苦人，咱加减布施；会当做，咱就加减嘛甲做。添福就会添寿。自然，咱身体、肉体、病苦就会哪来哪消，咱消减去，迄个劫数就哪无。
啊，福就是福，就是伫福禄这边，就是会当互你会食、会穿、会困，会当互你去佚佗，身体健健康康，是用安尼去甲做。啊，所以有个人讲，啊，我做这個，啊，有写病业，写病业，咱人有一支串，是镭射内底，伊这个病报内底，就是甲因果有关系。较早有杀业啦，吼，太精神啦，去讲怕啦啦，还是害人啦，吼，讲杀人害命，吼，啊，个精神爱杀。咱遮呢，哎，你平常时啊，你也讲哦，功德有你甲做，功德有你甲做，咱就加减啊消消一寡病业掉。啊，你唔能讲我人艰苦病，连病业你都唔愿意去甲消，我都有这个病缘来啊，但是我都会当去甲处理，我唔去甲处理。人讲上天的帮助，哦，有心要求忏悔的人，咱也要去忏罪忏悔，甲这个该冤结，吼、哦，冤亲债主了完。咱家己本身的这个孝书报恩，吼、哦，就是咱的工作，这个功德加减做，咱的钱开伫遮有意义啦，功德会回到当下咱的身躯啦。吼、哦，啊，咱如果讲钱，那拢干那欠，唔甘做公妈的这个功德，也唔甘甲家己的冤亲债主甲了一下缘，因果呢，甲做一下回向，到尾啊，你得到遐钱开伫你的身躯是食药的话啦，吼、哦，咱就是唔得啦，吼、哦。所以会用做的人，在这个生命当中，你不用拄到足济折磨啦吼，就是爱分四等分。既然吼，人呢会要做，你自然功德就会大，你自然你的身体就会轻松啦。所以在这呢，讲我咱的道亲知影讲，咱不是欠钱呢，等下讲哦，食了我要安怎开，食了咱开无济啦吼。啊，但是慢慢一个钱拍利息的干，唔敢去施舍，唔敢去布施。你手落来遐，到尾你手有一天你手会放开，但是去摸到咱家己的时阵，你会讲唔得啦吼。哎呦，我都遮俭，我嘛是遮认真呢，我赚的钱结果拢来摕来吃苦，安尼呢对咱来讲是上袂啊个分呢，袂啊个分啦。咱四等分的功德，你要会去做，自然福报到尾也吃老，你就会身体健康，福寿延禄啦。你讲是唔是呢？讲咧讲咧，我时间咧过个足紧咧吼，没想咧还是感恩啦吼，咱咧孙阿叔这对咱这部支持，爱好咱小可进一段广告。昨天毕新强说感谢香槟香油款素茶贡麦茶盘香普灵灯，啊，咱那是有要注文，然后咱这是天然的，咱讲用上好的物件来做，咱唔是香水的吼，所以讲咱无化香精，无色料。咱的道亲如果那是讲对着咱的香片点了好，吼、哦，啊，都无啥物污染。有的人讲唔敢点香款，你也点着自然必成姜的香款，清清幽，佫袂污染，佫无重金属，轻轻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伊的香烟一丝啦，但是伊的质量就是一般，小夸吼，和咱的讲吊顶来胖胖，和咱片的足舒服的，咱讲新鲜强用，吼、哦、啊，佫袂污染咱的听头。所以咱二十四点钟的香款真正有够赞哦！啊，咱笑三笑六的香，这拢经过经济部检验合格，无重金属、无化学香精、无色料，所以咱这是原色的。咱无去甲喷黄的、喷乌的啦，吼，还是喷红的，吼，咱这是本色的。咱的香料什么色，伊就什么色。所以咱用的吼拢是吼上佳好的原料。咱的香俗又够好用啦吼。人讲香烟袅袅，通天盖，上报上重用，下报施啊吼，会当上供养，下布施。所以咱的香品，咱会当甲点看卖，啊，若点好，甲人斗小报，功德大家做啦吼。因为你的一份香嘛，等于赞助了梅香的这个功德哦，而且时间啦吼，啊有，甲咱赞助吼，也、啊、是讲有甲咱小报。其实你动念，咱的道祖母娘就知影。哦，咱好多，咱的地主，啊，你住伫咧倒位啊？啊，今日你敲一通电话来叫香，啊，你烧布，啊，人来用，这拢是啥？叫做功德相连啦吼。因为咱的这个道亲呢，好多的精神，咱道祖感应母娘慈悲啦吼，和咱家家户户合家平安。咱所广告的吼，甲速递啦吼，这是咱香品的广告啦吼。下晡是两点半，咱同款来讲有问事请示。最主要是在问一个啥？问一个前途，然后过来就是讲问一个囡仔结婚，过来就是在问讲咱的家庭的啊一挂运道运势，
哦，啊，人有问，啊，咱就未雨绸缪啦，吼、哦，就是咧讲吼，啊，咱好运继续保持啦，吼、哦，吼，啊，就神圣来甲咱讲，啊，好运咱就继续去保持，然后拄着过水一支船，啊，你提早鸟，吼、哦，卖讲啊，等下代志拄着啊，啊，咱再来扩扩张啦，吼、哦，所以讲神圣是慈悲的啦，吼，讲好路报咱行，歹路报咱闪。啊，予咱呢，知好善哉撇下，然后会当消灾立福。所以咱的节目呢，吼是讲道啊，会当呢，予咱加减啦吼，道场都是来供修的所在。某样的道场就当作敢那袂输咱家己的厝，回娘家的住宅啦吼。咱若是有要转来，唔在位，咱直接敲电话591605，我关系的道亲则加05。这是咱慈天必生公然后做这一点钟的节目，啊、来回馈咱的孙阿叔这好多啊，给咱这个节目的支持啦吼，梅香还是非常感恩啦吼。即嘛二月、三月啦吼，妈祖进香啦吼，还是讲全省性的吼，即个娘妈祖时间哦，差不多拢接近啦吼。那听一对《海上女皇》。做咱今仔日的片尾啦吼，也感谢咱的道亲好朋友对咱这部支持甲爱护。做咱必胜宫服务电话591605，啊，咱即届这个春季花卉，咱国历4月初七、初八，哦，咱讲初七、初八、初九三天啦吼，农历是3月11、12、13这三天功德花卉啦吼。啊，咱若是讲要登记啊，咱当敲电话啦吼，直接。用电话先登记就可以安尼，伫遮呢，祝福大家吉祥平安，家庭运途会当顺利啦吼。伫遮祝福大家再见，拜拜。